欢迎收看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2024赛季中超联赛第十轮金齐鲁德比青岛西韩主场面对天泰山的比赛。卡雷什维利好球，漂亮。卡雷什维利他速度不快，但是他踢球节奏好球啊。看这球还是卡雷什维利还在过进去，漂亮啊，这身转腾挪，这穿花蝴蝶。雷桑这一脚转得不好，刘洋留下了失误，看西韩反击的机会，尤奎尔之后、哦、好球啊，太快了，里亚斯克斯，里亚斯克斯，这脚没打好啊。廖立生啊，对成都这场比赛也是他突然插上，现在球队这三中场就是黄正宇，先看这个球，克雷桑进来了，克雷桑好球啊，击中了立柱，这个球克雷桑超强的个人能力，这有点戏耍了，甚至伤员比较多，所以给了他更多的机会。看陈普转左路，这脚转得漂亮。卡扎伊什维利来等刘洋上来传得不错，看陈普直接选择打门，这个配合呢该说打成了，还在节奏的变化，找后点，好球啊，头顶回来，这个球慢了一步，这个球还吹了李元一的犯规，克雷桑那一个，还有那个，看看这球，里亚斯克斯有一个，先看这脚，还有二点，没压住啊，这是个好机会，陈普，这是个好机会，这边孩子踢的太小，知道吗？是，哎，卡扎伊什维利关键的断球，李元一来了一脚远射，漂亮，这一脚打的质量真高啊，比较好的这种机会了，目前。刘洋后点有机会，这个球没打好啊，这球没铲进啊，这是一个必进球的机会，谁，廖立生吗？果然里亚斯克斯啊，一对二，也来了一个穿裆，厉害啊，里亚斯克斯这么小的范围之内完成了穿裆啊，一脚远射，漂亮漂亮，一脚打的质量非常高啊，就说泰山这边啊，就是进攻啊，哎，想办法怎么避开这个哈罗扬，你看现在哈罗扬没回去，克雷桑这下这个机会，是看克雷桑的传中质量没有传好啊，太投诉打手上了，打手了，禁区外我觉得就没必要再去那个去是禁区外，禁区外肯定对吧？哎，禁区内，禁区内啊，这肯定是禁区内，这个球可能维亚要看一下了，看这球，他可能是怕打脸嘛，这下是扩大了防守面积，那很快做出决定，那有可能我觉得要判了吧，啊，要判了。判了点球，哎，还在想，还在想，显示回看决定球点，应该已经显示了嘛？对，克雷桑来了，克雷桑的助跑，克雷桑，打到了横梁上，横梁，这个球没有打进。卡雷什维利再传，这个球对于克雷桑而言不太走运，后点，头球，刘洋再顶回来，这个球季家宝立功了呀！克雷桑，你看他无处不在，着急的回去自己带球，推进来，好球！卡扎伊什维利还没有打成，再来一脚，卡扎伊什维利，季家宝立功了呀！那个位置相当不错，还有下坠。卡扎伊什维利外脚背，哎，没传好，给的还可以，左脚，这脚德尔加多吧？这时候不给了，真伪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